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汉文。今天我们又要介绍一个网红景点 ，Starvation Mountain。这个远处看着很小，但是近处看着其实也挺大的哦。这个有可能在韩国也很火，因为那个少女时代的那个成员，单飞之后的第一首单曲是在这里。哇，这还有个小屋，全部都是。都是壁画，这个我在网上看是一个叫 Leonard Knight 的 artist， 他好像花了27年啊，一点一点的做成的，而且他做了两次，他第一次做的被 rainstorm 冲垮了，然后他又重新的开始做了一个，好像只有一两个朋友帮他吧。是用过的油漆桶。这边很多的房车或者废旧的小汽车也都被涂上了漆。它的前面是什么？前面坐的这是大海嘛？大海有一个浪花，对不对？然后浪花、沙滩，然后 mountain 高山。上面他用了一些干草垛在上面搭的垫的底儿，对吧？那个像是那种纸盒板儿，这得是多大人，多大毅力啊！多大人？是多大毅力啊！20几年就在这儿，就这么一笔一笔的画，一点，对呀、啊，信仰的力量，信仰的力量，我干不出来，你信我？我信。好，今天的这个 Salvation Mountain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总体来说，这个就在路边停车，然后根本也不需要走很远，你可能10几20几分钟就可以走完。对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